年前玉峰乡当年关怀就是团体这规模是愈来愈大，慈善会本地玉峰乡地天公庄慈悲为怀的精神，每当拢会将救济物资直接送到嘉义县市的弱势团体，同时嘛来发送着红包加菜金，希望会当实质来帮助着上届艰苦的高雄人。玉峰宫当年救济直送嘉义县市弱势团体，主任委员蔡辉宏甲委员，大家亲力做伙将两大卡车当年救济物资上车，要将玉峰上帝天公祖慈悲送到嘉义县市上有爱心的安养院、上弱势的朋友。遵照玉峰上帝吼，请大家迄个信者吼踊跃来参加慈善会吼，过年来安尼当应救济安尼。平常有急难救助呢，即马正即个十月开始吼，差不多有三十几件呢。嘉义玉峰上帝开基天公庙玉峰宫，每年岁月当年救济，汇集善心爱心，今年再扩大阮的百米生活物资以及救济金等等，直接送到所需要的单位。玉峰宫也关注嘉义英明、嘉义家护中心。虽然天气冷飕飕吼，经济也是绿油油吼。不过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温暖的，因为我们嘉义市玉皇宫呢，对家扶中心的弱势族群呢，多年来一直在帮助我们啊，让家扶的中心呢小朋友呢能够欢度这个年节假日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我们谢谢玉皇宫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。玉皇宫春节发玉皇上帝发财金，分做两天，第一天是初五，第二天是天公生初九。玉皇宫春节发玉皇上帝发财金，去年所处的民众非常多，今年也更加扩大，来排队就送。最新新闻，出面同嘉义市蔡康报道。